侯仁东驾玛莎拉蒂船车祸，副导伤势严重，送医抢救中。价值800万的玛莎拉蒂车尾毁损，车头半毁，卡在斜坡上。肇事修旅车挡风玻璃被撞碎，车头被撞凹。而这辆玛莎拉蒂的主人正是艺人何润东。何润东执导的新戏《不如海边吹吹风》10月27号在金门开拍，不料却在今天发生车祸。何润东当时驾驶玛莎拉蒂行经金门公园路时，遭后车猛烈追撞，导致两辆车毁损严重。驾驶何润东本人并无大碍，但坐在副驾的副导演则伤势惨重。不仅下门牙断裂，左膝右膝擦伤，脊椎六七节位移，还有脑震荡情况，目前仍留院观察中。剧组也火速回应，目前导演并无大碍，已经返回剧组拍摄，车祸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，呼吁民众注意交通安全。